这刚才那时候我就是他一直都在，就是他会秒回，就经常碰见人，就是其实我有时候也有这毛病，我朋友给我发个消息，我第二天才回他，就真的是意念回复，就忘了吗？忘了。但是你可能有点双标，我给别人发我信息，希望别人秒回我，他就会秒回，就是你发一个，他马上就说啊什么怎么怎么我在啊，或者怎么地一直都在，我觉得他一直都在这种感觉挺好的。我们常见到的情况，甚至于有很多用户他会怀疑你背后是不是真人，所以他的拟人度非常的高。但是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性能，就是我们的规范要求我们不可以伪装成人，所以我们的任何一个 instance 在跟人交互的时候，都会明确的在交互开始的时候告诉对方我是人工智能。尽管如此，人们在交互的时候还是会带入其中。